OK，你们可以开始点名啊，你们可以开始点名。点名了过后呢，你们就是可以拿出你们的那个作业簿咯。然后我知道你们的那个作业簿好像是有交给老师了，所以就是你们可以拿出一张白色的纸张。来写上你们的答案呢、啊？所以你们可以拿出白色纸张来写上你们的答案。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会讨论就是综合科学第八章，哦，所以就是那一个神经系统的那一边的啦。OK，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有关于第八章的那个部分哦。所以那个就是记得点名哦。所以我们来看，就是第一题啊，第一题，所以拿出白色纸张哦。OK，所以这里的话呢，第一题的话就是讲到下列属于神经细胞的是哪一个呢？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只能讲就是那一个让我看一下。哦，所以我们只能讲就是 boy 啦，OK，我们讲 boy 咯，耳蜗中的那个听觉细胞啊，耳蜗中的听觉细胞，因为如果你讲 A C D 的话呢，心肌中的肌细胞、白细胞跟软细胞的话，它们都不属于神经细胞啊，只有答案是 boy 啦，OK，然后再接下来第二题的话呢，第二题的话，它就是有讲到下列。哪一个是下第列几面？这一个第几面？第34哦。第八章就对了。所以呢，这里的话呢，就是会有讲到下列有关于神经细胞突起的那一个叙述中，正确的是哪一个呢？所以正确的话就是答案就是 C 啦。给答案就是 C，因为 A、B、D 的话呢，如果你们看一下，就是说他讲到A，他讲树突较长，一般只有一条嘛，所以答案是错啊，因为不是树突哦，是轴突啊，OK，不是树突哦，是轴突啊，因为如果你讲你画一个神经元的话啦，它大概就是这样，OK，那。所以呢，这里它四周围的话呢，就是树突咯，树突。然后呢，这一个呢，长长的话就是轴突啊。我只是呢，我有发现到有些的学生啊，你们就是没有写到你们的那个班号，然后尤其是下面的那一几位啊，所以就是下一场呢，就是记得写上你们的班号。换你们名字哦，写上班号，因为毕竟最近好像就是会有人无缘无故就是进来我们的那个 meeting 还是什么，所以我就是怕我放错别人啊，所以就是记得写上你们的班号哦。所以下一堂课如果你没有写上班号的话呢，我是不给你进来的啊。OK，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B 哦。甲 B 的话呢，它如果有讲到轴突的话，轴突一般短而数目多，所以是错咯，是树突啦。OK，然后 Donkey 的话呢，它就有讲到轴突分支多，树突没有分支，所以也是错啊，因为倒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树突分支多，轴突没有分支，这样，所以我才答一个倒反。OK，所以呢，这两个名词呢，它倒反哦。呀，树突分支多，轴突没有分支，呀，所以答案第二题就是 C 啦。OK，
然后呢，再接下来的话呢，就是第三题的话，如果你讲第三题，如果他把人的左脑跟右脑、大脑与小脑，然后大脑与脊椎相互联系的结构，其实就是神经纤维啦。呀 所以神经纤维咯，哦，nerve fiber 啦，就是说有一堆的那个神经元，它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就叫做神经纤维啦，哦，它并不关系到跟神经节啊，OK，它没有关系到跟神经节啦。A、B、C 的话呢，如果你讲脑干、神经节跟神经中枢的话，它都是没有关系到了啊，哦，所以如果你讲要连接到这一些结构的话呢，其实正确的答案就是神经纤维咯。OK，然后呢，至于神经节是什么意思呢？神经节是什么意思呢？神经节的话，就是说，因为在你们的课本范围里面啊，神经节就没有出现过了啊。哦，真正要读到的话呢，就是高中了。所以神经节的话呢，就是大概是在你的脊髓这里，啊，所以它不是只有一个罢了啊，其实是有蛮多个啦。所以我画给你们看，等一下，用黑色给你们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胸前哦，这个就是你的后面了、啊，这个就是前面了、啊，就是说这个呢，就是靠近我们的胸部咯，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背后啦、啊，所以如果你讲神经节的话呢，它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就是砰砰一粒出来的，OK，就像跟我们的关节这样咯，我们跟骨头的话呢，其实如果你画一根骨头的话啦，哦，所以我们画关节的话呢，我们就是会这样画的嘛，是。哦，所以呢，有时候你会画这样画的那个关节嘛，所以呢，那个神经的关节呢，其实也是类似这样咯，它就是一个关，就是好像骨头这样的关节啦，看起来啦，所以呢，我们就是给它一个名字，是叫做神经节啦，这样好，好，所以这个我就擦掉啊，OK。所以呢，答案就是 donkey 啊。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就是第四题。所以第四题的话呢，它就是有讲到，神经中枢是由哪一个东西组成呢？所以答案最好的答案就是 A 啦。OK，最好的答案就是 A 咯，因为 B、C、D 的话呢，它都是会有牵扯到跟周围神经系统。OK 啊，周，哎，sorry 啊。周围啊，因为还有牵扯到跟周围神经系统，因为我们神经系统呢，就是可以区分为两个，一个就是中枢神经系统，另外一个呢就是周围神经系统。所以呢，周围神经系统的话呢，它就是会中枢我用红色的来啊，不要蓝色来写啊，中枢哦，所以周围神经系统。跟中枢神经系统的话呢，我就用那个 highlighter 来 mark 起来啦。所以中枢的话呢，我们就是会有脑、脊髓、脑，啊。然后呢，如果你讲中啊，你如果你讲周围的话，我就用绿色的，啊。所以呢，周围神经系统呢，它就是会分为就是脑神经跟脊神经咯。然后中枢神经系统的话呢，就是会分为脑跟脊髓啦，呀，所以就是不要混乱啦。OK，所以第四题就是 A，然后呢，再接下来第五题的话呢，就是说到有一个人不小心从3米摔下来，然后呢，这一个接纳呢，就是导致他的视力正常，可是他就是看不见任何东西，呀。所以呢，如果医生检查他的眼睛过后，哦，发现并没有损伤，所以呢，他看不到任何东西哦，所以呢，就是判断就是该建筑工人呢受损的部位可能是哪一个呢？呀，所以如果你讲到，如果你讲到眼球结构的话，可能就没有问题啦。呀，哦，然后呢，躯体感觉中枢的话呢，因为他感觉还有啊。它还有痛觉，还有等等之类啊，
所以还是正常啦。如果你讲脑干的话呢，脑干也不是啊，呀，脑干也不是啊，所以我们答案就是 donkey 啦，呀，所以脑干的话呢，它其实就是负责帮忙我们控制，比如讲你的呼吸啊，你的心脏跳动啊等等这些没有意识性的动作的话，其实它都没有影响到跟它的那个眼睛那一边，所以呢 A、B、C 都是正确咯，呀，所以呢它可能就是建筑工人受损的部位可能就是donkey 啦，呀，可能就是 donkey 咯，就是说大脑皮层视觉中枢，呀，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会受到伤害啦。对啊，所以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再接下来就是第六题哦，等一下，OK。所以没有问题，我们再接下来啊。所以再接下来就是第六题哦。第六题的话呢，它就是讲到植物人只有呼吸和心跳，而没有其他活动的病人。所以呢，这种的病人的脑结构中肯定没有受损的，就是 A 啦。第六题就是 A 咯。所以我刚才有跟你们讲过咯，脑干的话呢，脑干的话它就是负责控制那一些我们不能随意控制的那个内脏的活动，比方说呼吸啊、心跳啊等等。都是脑干控制的，然后呢，如果你讲小脑的话呢，小脑就是会控制我们身体的平衡哦，呀，就是说你走路不会跌倒，就是小脑啦。然后呢，你如果你讲大脑皮层跟大脑的话呢，这两个其实是拎在一起的，就是说它会控制我们有意识性的动作，比如讲你要看一样东西，然后或者是你想要听东西，你想要读书呀，你做。凡是你要做你想要做的东西，都是大脑控制，呀，都是大脑控制哦。所以第六题最好的答案就是 A 咯。呀，然后呢，再接下来第七题的话呢，第七题的话刚才有讲过咯，小脑就是控制我们身体的平衡，所以呢，答案就是 C 啦。呀，第七题就是 C 咯。所以呢，如果考试要出的话呢，它会出类似这样的题目。呀，如果你讲深一点的话，就是说 K 八问题的话呢，它会出类似这样的题目咯。呀，它会出类似这样的题目了。OK，所以第七题就是 C 啊。然后呢，再接下来第八题的话呢，给它第八题的话，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第八题呢，所以他讲到有一个人中风吗？给他中风吗？所以呢，这里的话呢，它可以判断受损伤的大脑神经中枢是哪一个呢？所以他讲到他右侧躯体半身不遂，对吧？右侧躯右侧哦。所以呢，在你们课本里面的话呢，我们的脑部左边是控制右边的，右边控制左边的，所以呢，答案就是 boy，因为他讲到右边半身不遂嘛。可能就是会影响到左边哦，哎呀，不是影响到左边啦，就是说左边的脑部影响到你右边的身体的活动咯。OK 啊，好，我来重复读一次啊，就是说左脑呢就是控制你右侧的躯体的运动，OK 啊，然后右脑的话呢就是控制你左侧的躯体。它会倒反的，所以呢，最好的答案就是 boy 啦。所以我们讲运动了哦，而不是感觉啊，因为他讲半身不遂嘛，就是说他不能动了，就是说右边就是完全不能控制了。我们讲，呀，所以第八题就是 boy 啦，最好的答案。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第九题的话。第九题的话，他就是有讲到某一位先生，他是一位校医的，所以他为学生进行体测的时候，然后常用一个小锤打学生的膝盖下部的韧带咯，对啊，所以这一个其实就是膝跳反射啊，哦，然后呢，观察小腿是否前伸，所以被检查的这种行为主要的就是受哪一个部分控制呢？所以反射它都是。由脊髓控制的，OK 啊，所以如果你讲反射动作的话，反射动作呢，通常都是被脊髓
控制的。OK，所以其实，在你们的那个课本里面呢，它就是会有教到你们反射弧嘛，所以反射弧呢中间那边它就是会有提到，就是有关于中枢神经。所以呢，这个中枢神经的话呢，其实在你的课本里面的话，它有包含到跟那个脑跟脊髓嘛。可是真正反射里面的话，它是牵扯到跟脊髓而已，也就是说。在你的反射弧里面呢，如果你有写到它的 process 的话，中间这个中枢神经的话呢，所以它其实就是提到就是脊髓而不是脑，对啊，所以再重复多一次哦，就是说你的反射弧啊，你的反射弧啊，就是说你有感觉，感受器，然后还有传入神经啊，就是感受器。然后呢，又有传入神经，然后呢，又有神经中枢神经，哎，不是，中文我写到中枢神经，神经中枢，抱歉啊，写错了，哎，中文，又要落掉了，是啊，中枢神经。然后还有传出神经，然后最后就是效应器。所以呢，这里的话呢，就是说中枢神经呢，指的就是我们的脊髓咯。其实中枢神经就是指的就是我们脊髓，因为如果你讲。中枢神经的话呢，因为中枢神经是同时会包含着我们的脑跟脊髓的。如果你讲七跳反射，就是说反射弧啊，这一个，所以呢，我们讲到就是我们讲到呢就是那一个它的脊髓咯。如果你讲控制反射的话，就是脊髓咯，可以吗？好，所以在你们课本里面哦，它的那个中枢神经，它指的就是你的脊髓啦。所以呢，在这一个反射弧里面，如果你写到脊髓的话，我也是给你对的，OK，我也是给你对了。所以前提是它是要反射弧哦，而不是那一些有意识性的动作啊。因为反射弧是你无端端突然间你的身体 automatic 反射的，并不是你想要做的，OK 啊。所以这一个我们就是讲到反射动作咯，OK。只是反射弧呢，就是它的一个过程，OK 啊。就是说，它会用到什么东西，然后呢，它会整个 process 啊，我们讲这一个，我们就叫做反射弧咯，这个过程。然后呢，它中间的中枢神经指的就是脊髓。OK，如果你万一你不懂得怎样写脊髓的话，我建议你写中枢神经啦。OK 啊，所以也是正确的。你写脊髓都好，中枢神经都好，我都是给你对。只是呢，你写脊髓的话。你要先看清楚他的考题到底是问你什么东西。如果他问你反射的话，你写脊髓，我给你对。如果他不是问反射的话呢，他是问你其他动作，比如讲你有意识性的，你想要读书，你想要听歌，你想要看戏，你想要吃东西，这一些，你如果你写脊髓的话是错哦。你看，所以这一些有意识性的都是由脑来控制的。OK，由脑啊，而不是脊髓啊，脊髓控制反射，跟无意识性的动作。然后脑的话呢，它是会控制你的有意识性跟无意识性的动作，两个都有。脊髓呢，多数都是在反射，多数都是在反射的。OK，所以第九题就是 boy 啊。然后呢，在接下来第十题的话呢，第十题的话，他就有讲到酒后驾车容易发生重大车祸，造成伤亡事件，所以其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脑的正常功能被酒精破坏。最好的答案就是 boy 啦，OK，主要啦，他问到你主要，而不是 ACD 啦，ACD 很有可能。只不过主要的都是 boy，主要啊。
呀，因为你的脑的正常功能已经被酒精破坏掉了，就是说你完全就是没有意识，呀，所以答案就是 boy 咯。OK，所以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再接下来哦。哦，所以我们再接下来就是填充题那边啦，所以请大家就是把你的答案写上去哦。写了过后呢，你们就是可以，就是你们就是可以，可以把你的那个答案用 Cam Scanner 哦拍下来了，然后 upload 上去 GC 啦。对吗？有什么问题吗？所以你可以把你的答案写下来哦。对吧？所以这里的话呢，第一题的话，它就是讲到就是小鸟遇到敌害的时候呢，它是会迅速躲避，只是呢，驾驶员他看见红灯的时候，他就是会刹车。这些感觉跟反应呢，其实都是由神经系统来控制跟调节咯。呀，哦，尤其是比较细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讲到反射了啊。OK，因为反射呢，就是我们神经系统的其中一个部分。呀。所以呢，在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你讲神经细胞的话，所以神经细胞呢，它其实也是叫做神经元，呀，所以它也是叫做神经元。比如讲，在我们视网膜里面的感光细胞咯。OK，然后呢，再接下来的话就是鼻黏膜的那一个里面的嗅觉细胞啦，然后味蕾中的味觉细胞咯。所以呢，这一些呢，都是我们的神经元。神经元，对吧？都是我们的神经元啊。然后呢，再接下来的话就是第三题。所以第三题的话呢，就是有讲到神经元的基本结构，主要的呢就是会包含着细胞体跟突起。只是突起的话呢，它就是会有可以区分就是有树突跟轴突啦，啊，这两个。所以突起的话呢，就是会有这两个哦，一个是树突，另外一个就是轴突。好，然后呢，再接下来的话，第四题的话呢，就是有讲到哦，所以我们就是会有那个我们就是会有那个神经中枢，该上面的那个反射弧我写倒反了，哎呀，那啥，抱歉啊。我自己想叫你们不要乱，我自己也乱了。神经中枢啊，因为神经中枢跟中枢神经系统真的是有一点乱哦，它是真的是倒翻呀。所以这里的话呢，反射的内脏反射的神经中枢啊，然后能完成一些躯体和内脏的反射活动，同时还能把相关信息传递给大脑，是脑跟躯干。内脏之间的信息的重要传递通道了啊，对啊，对吧？哦，所以这个就是神经中枢啊，哦，所以记得不要不要混乱跟中枢神经系统啊，对吗？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要接下去喽。OK，所以我再接下去啊。所以如果没有问题，我再接下去啊。呀，所以我再接下来就是说第五题也是一样喽。呀，所以第五题的话呢，在我们的课本里面。它就是会有讲到，就是说，我们人体增加饮水量过后，它就是能通过增加排尿量，就是通过增加排尿量将多余的钠盐排出，这是人体维持内环境的一个恒定的一种方式啦。
哦，毕竟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就是会有提到，就是有关于摄入量跟排出量一定是要等于的，就是要平衡的。就是说，你喝多水，你小便就是会多咯。你小便多的话呢，你就是要喝多水呀。所以呢，它就是会平衡的哦，它就是会平衡哦。所以呢，摄入量一定不是一定啊，就是必须要等于排出量啊。哦。所以呢，第五题就是我们写到钠盐啊，然后这是人体维持内环境的一种的方式咯。然后呢，再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是非题的时候呀，所以是非题的时候哦，好，所以呢，这一个的话呢，你们可以就是写下来啦，对吧？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一下子啊，OK，所以呢，第一题的话呢，答案就是对了啊，第一题的话呢，答案就是对了。然后第二题的话呢，我们如果讲的话，这个呢，其实含羞草不是含反射动作，不能用在含羞草那一边啊，呀。反射动作呢，不能用在含羞草啊，因为反射动作是指的就是人类啊，你看，指的就是人类啊，所以答案是错啊。然后呢，我们再接下来的话呢，接下来的话就是那一个第三题的时候，所以如果你讲第三题的话呢，第三题的话，就是说在一个神经元中，兴奋传导就是由轴突传向树突。并不是啊，呀，并不是啊。如果你要讲的话呢，就是说树突去细胞体，OK，细胞体，然后呢，细胞体有过后才来去轴突，呀，哦，所以不是这样啊。所以如果你要讲第三题的话呢，第三题正确的话呢，就是就是树突去细胞体，然后。细胞体再去轴突啊，上面我写动物啊，反射动作是动物啊。然后呢，再接下来的话呢，第四题的话，一个神经元由树突跟轴突组成，也错了啊，因为它少了一个细胞体。OK，细胞体，哦，还有神经末梢，末穴。呀，所以这些哦，它都少掉啊。然后呢，第五题对了哦，所以因为还有对应哦。哦，有时候如果考试要抓你的话呢，它直接写12个、31个，就是要抓你啦。然后呢，第六题的话呢，脊髓的灰质由神经纤维集合而成，白质的话呢，就是由神经元细胞体集中的地方，也错了啊。呀，所以它倒反。哎，灰质跟白质倒反。哎，灰质是这里的，白质是这里的。呀，白质为什么还会白色呢？哦，就是说你的那个脊髓啊，脊髓的话呢，它好像有一个蝴蝶这样的蝴蝶这样的形状，所以这外面呢就是叫白质。哎，里面的话呢就是叫灰质。哦。灰色为什么还是灰色呢？因为它是神经元的细胞体集中的呀。然后呢，白质的话呢，为什么还是白质？因为它是神经纤维呀，神经纤维。如果你画一个神经元的话呢，啊，就是还是一样的啊。神经纤维的话呢，哦，所以你有看到我这里哦，画画一格一格一格的这一个东西啊，哦，所以这一个一格一格一个东西呢，其实就是神经纤维来的。因为在这里的话呢，其实你的课本它没有讲到很详细啦，只不过这一个啊，这一条啊，就是说轴突这里哦，它其实是有
他就是好像有穿着衣服这样的，这些一格一格一格啊，就是我们所谓的神经纤维咯。啊，它也是有它的工作的，它也是有它自己的功能的，就是说它不要让我们的神经冲动跑掉了。我们讲，它就是要 make sure 那个神经冲动就是在里面哦，只是在你们初中里面你不需要学到那么深入了，就只是 for your information 啊。如果你讲神经纤维在哪里？神经纤维就是指这一些咯，就是说你的轴突其实是很长，只不过呢，轴突的话它就是会有一格一格一格格的，好像在穿着衣服这样的。所以呢，这一些都是它所谓的纤维啦，就是说这整条哦，就是这一格一格格，就是它所谓的纤维咯，哦。所以这一些纤维呢，就是会导致我们脊髓变成看起来好像白色这样啦。Okay， 然后呢，细胞体呢，就是会弄到就是看起来好像灰色这样咯，OK 吗？哦，所以还有什么问题吗？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就要接下去哦。我接下去了啊。哦，所以如果没有问题，我再接下去哦。OK，所以呢，这里的话也是一样写下来了啊。哦，第一题。跟第一题，就放小一点啦。哦，所以第一题的话呢，神经元结构模式图的话，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就是请根据这一个图来回答咯。然后呢，第一题的话呢，我们讲到 AE 啊，它就是树图咯，对啊，树图咯。然后呢，第二题的话呢，就是细胞核。然后第三题呢就是轴突，然后第四题呢就是神经末穴。好，然后呢，B 的话呢，它就是有讲到图中哪一个部分呢能接受刺激，接受刺激后神经元将会有什么反应呢？所以呢，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会把神经冲动呢哦，它是会经由那个树突接收咯，然后呢它再传去给细胞体。然后细胞体呢再传去给轴突了，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会然后轴突的话呢，它就是会传去给神经末穴咯。所以呢，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它就是一二三四，只是我们答案呢就是一三四啦。所以如果你讲一二三四的话呢，我也是可以接受了啊。我也是可以接受了，一二三四这样下去咯。对吗？好，然后第二题的话呢，第二题的话，AE 呢就是有讲到大脑啦，给 E 就是大脑咯。然后呢，它的表层呢其实就是大脑皮层啊，大脑皮层哦，哦，所以呢这一个呢，它就是会控制我们人体里面的感觉、运动、语言等多种的功能区了啊。然后呢，接下来的话，二的话就是小脑，给小脑就是我们的脑部的后面这一小小粒的，它主要呢就是要平衡我们的身体咯，就是我们走路，它就是会有那个所谓的协调跟姿态，对吧？所以呢，小脑就是控制这一些啦，可以吗？对吗？什么问题吗？所以有什么问题吗？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再接下来哦。
呀，所以我们再接下来啊，有吗？来不及的话就 screenshot 啊、哦。OK，所以我们再接下来啊，我拉下来一点。所以呢，第三的话就是脑干啊，呀，脑干。然后呢，它就是会调节我们的呼吸、心跳、血压等的中枢咯，呀。所以神经中枢的话呢，就是记得它有包含着脑跟脊髓，呀。然后呢，这个神经中枢里面的话呢，脊髓是会控制反射的哦，而不是脑哦。哦，在你们初中里面的话。脊髓是控制反射的啊。所以如果没有问题，我再接下去喽。OK，三、二、一，再接下来啊。呀，所以呢，这里的话也是一样啊，拉屎了啊。哦，所以这里的话呢，可以的话啦，如果你真的来不及抄的话呢，你就 screenshot 下来呀。所以第三题的话呢，x y z 呀，x y z，所以这里的话呢，它就是有讲到 x 它用针刺它的指尖，然后感觉疼，但没有缩手，然后呢，用针刺它的指尖的话，不觉得痛，也没有缩手，指令移动本人的手，可以移动自己的手咯。然后呢，另外一个呢，Zack 的话用指尖，他用针刺他的指尖，他立刻缩手，但完全没有感知有针插到啊，或者是缩手动作的发生啊。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就是要看 X、Y、Z 它受损的部位分别是什么了啊。所以这里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X 它感觉痛，可是还没有缩手嘛。所以呢，这里的话，它就是有讲到传出神经可能就是会有问题，对吧？它可以传入，然后呢，我们的脑部呢就是分析，告诉你痛，可是它没有缩手，所以呢，这一个 means that 就是它传出神经有问题咯，就是说它不会让它缩手了。然后 Y 的话呢，就是说它不觉得痛，也没有缩手，所以 means that 就是它的传入神经哦有问题，啊，一开始就已经有问题了。只是呢，它可以缩手嘛，means that 就是它传出神经，OK 咯。哦，如果它两个都没有的话呢，两个都没有的话，就是说它传入跟传出都有问题了。呀，所以现在我们的时间还少过1分钟哦，可能会断开啊。所以接下来的话，你们其实是不需要再进来了啦。哦，你来不及抄，你先 screenshot 下来，对吧？所以呢，Zack 的话呢，就是说他立刻缩手，但完全没有感知到任何东西啊。所以这一个的话呢，就是最危险的，就是你的脊髓有问题了，对吧？你的脊髓有问题了，哦。所以呢，B 的话呢，它就是会针对 Zack 来做出它的解释咯，呀。所以呢，这里的话呢，我们其实如果真正来讲的话啦，真正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的神经冲动，它是会经由传入神经，传去我们脊髓，然后呢，脊髓呢，它再来传，以传出神经，传去我们的效应器。所以 Z 的话，它就可以完成缩手反射。可是呢，它的反射啊，可是呢，就是说，脊髓它不能将信号传去我们的脑部，呀，所以呢，才会导致它完全没有感知，哦。完全没有感知到他的那个，他有被针插到跟缩手反应，他完全不知道咯，呀，他有缩手，可是他不知道他在缩手，懂吗？哦，所以 B 的话呢，他就是针对 Z 的这个现象来做出解释了，哦，所以记得哦，就是你不需要再进来了啊，所以如果断开的话，所以记得 screenshot 下来。要把这个答案 screenshot 下来，过后拍成 PDF 交给我，交在。